Hello， 大家好，夏妹，今日嘅主题系日本人翻日本买乜嘢？我今年农历新年之前翻日本一星期，同埋旧年夏天都翻咗乡下。大家想唔想知道平时我翻日本买乜嘢呢？不过咧，呢条片唔系介绍手信，日常用品为主。系，事不宜迟，开始。はい、一つ目はこれです。塩昆布 in 昆布やもせこね。塩昆布は昆布を煮たものに塩をまぶしたものです。はい、一個香港好少見。如果大家喜歡去居酒屋的話，應該有吃過有看過的。怎樣吃呢？最簡單就是落在白飯那裡就這樣吃，同埋同椰菜、芝麻油、sweet skin 一齊撈都得，同埋意粉都得。pasta 大体塩昆布を買うと後ろにレシピが書いてあります。日本語だけど。塩昆布ね、喺日本好普遍嘅食材，但系香港好少見咯，好難揾到。我之前喺東區買過。但唔係時時都有嘅，同埋 HK TV Mall、香港 TV Mall 有時有。日本喺邊度有得買呢？超市一定有。如果有興趣去日本望下超市啦。係，下一個，如果大家而家食緊飯，建議唔好睇住。區隔雜藥叫做 Black Cap。用了这个 black cap 之后，真的没见过曱甴。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产品，但是 black cap 我觉得最有效。它的公司名 ARS， 这里有曱甴的图案，所以我不给大家看。好核突。 black cap 的成分好像挺好，我不是专家啦，但是呢，这个里面有曱甴喜欢的食物，吸引曱甴。个里面有毒啦，食咗呢个之后咧，翻屋企，然之后曱甴死，跟住その死んだゴキブリの糞を食べた別のゴキブリも死にます。糞に毒が入ってるから。我翻日本嘅时候一定买 black cap。系，第三个系耳环，唔系 pierce， 冇窿嘅耳仔用嘅耳环，点讲咧？因为香港好难找到耳环，差不多冇，就算有都好难找到呢啲无痛设计嘅耳环。系，ということで翻日本嘅时候咧，一定去找耳环。好似香港嘅女士个个都有耳窿，日本人未必有。系，第四个系喺日本好 hit 好受欢迎嘅 MUJI 嘅产品，例如咧。これ菜箸、唔識中文，煮飯嗰陣時用嘅筷子。呢個有咩特別咩？因為唔係木，所以冇咁容易斷。呢一個我喺香港嘅乜字揾唔到，應該冇賣。日本ですごい人気ありますよね。これ六角形なんです。六個円。あとはこれも買いました。呢度有100ml、200ml、300ml， 我就用呢个整 protein。系喺日本啱啱卖嗰阵时咧，香港未有，唔知而家有冇。仲有一个 MUJI 嘅产品系 Kishu， 好多日本嘅 MUJI 啦，哇，几好，但系香港冇。これです。ちょっとお解釈しようしよう。因為ね、日本嘅紙巾係ね、同香港唔同嘅。日本嘅紙巾係ね、呢啲啊，好薄。呢個就係日本嘅紙巾啦，薄い。所以呢，呢個真係好似香港嘅 temple 啦，因為好厚，好多日本人覺得好用。好似疫情之後開始受歡迎 ，QQQN。跟香港的 Temple 有什么分别呢？好奇怪。啊，シンプルです。で、茶色い。ベリー。待って、薄い。薄い。
ちょっと待って、店舗比較。はい、これ店舗。あ、もう全然違う。雲春湯。雲春湯。これめっちゃ薄い。咁點解咁受歡迎呢？啊，但係平時嘅日本紙巾同烏字嘅呢一個比較，即係呢個厚啲喎。但係烏字嘅紙巾同 Temple 紙巾比較，即係 Temple 厚好多。係香港嘅烏字咧，反而有賣呢啲日本式嘅紙巾喎，好搞笑。呢個都比較下啦，紙巾大批評又真係屌啊！呢個紙巾嘅包裝好舒服，開けます。好 confuse 呢一個同埋頭先呢個有咩唔同呢？呢個滑啲，好滑啊，好舒服。舒服哦，呢个冇咁舒服，都系好似洗手之后好似当手巾用啦。其实呢，我住咗香港好耐，都中意呢啲薄嘅纸巾。诶，同埋まっすぐじゃない，まっすぐじゃないの，唔系直线喎，好似好求其剪咁嘅。ちょっともうどれがどれ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。はい、ちょっと今日は別日に撮っております。上次ね、介紹紙巾嘅時候ね、我淨係睇咗厚度，所以呢我今日想測試吸水能力。其實呢，我哋紙巾呢真係擤鼻涕嗰陣時用嘅，唔會抹手嘅。抹手嗰陣時就呢用呢啲手巾啦，但係呢疫情嗰陣時呢，因為我哋戴住手巾呢，用咗之後會濕啊嘛，咁就開始覺得，咦，其實唔係衛生喎。咁嘅時候有摸自己呢個紙巾啦，比平時嘅紙巾厚啲，所以開始受歡迎。ということで，我準備咗水。如果呢啲紙巾當手巾用嘅話，會點呢？まずはテンポですね。はい。じゃあみんな同じ条件でやりたいからどうしよう。パンうち行きます。これジェットにしてました。スプレーにしよう。お、パンムチ行くよ。あ、あ、ガンニーラ。三、四、五、ちょっと。行きます。お、うん、破れない、唔会爛。Good。最次テンポゲニコラムチゲペーパーナプキン。一個ハイヤップマイゲ。あ、小さい。原来细少少咯，好咁呢个都系喷五支。哦，啊，我觉得哦，唔会烂喎，都 OK 喎。虽然比 Temple 薄啲啦，但系都吸水嘅。抹手嗰阵时唔会烂。咁系一个系喺香港买嘅摩字纸巾，呢个其实喺日本都有得买。もうダメです。破れた。破れました。最後ラップ。日本嘅紙巾好薄好薄。もうこんな感じ。ああなるほど。はい。呢個最都係呢個佢嘅角色係唔係手巾。普通紙巾，唔係可能咧啊，係啦，會黐住手，嗯，多謝大家睇埋我嘅無聊實驗，係ということで，係，拜拜。係，次は線香です。我好中意點線香，咁咧，我而家用嘅牌子係群玉堂，京都嘅 brand。但系東京都有群玉堂の店舗は好多種類嘅線香，好多。
多好多可以試嘅，問 staff 可唔可以試下？咁佢幫我點線香，呢度嘅線香有咩好呢？瓦魯球尼，好日本嘅香味，好似有啲日本旅館咧點線香嘅嗰啲香味啊，唔識解釋，入邊有好多差唔多60支。こんな感じです。これはね、多分香港にないと思う。所以翻日本的时候买，系最后は本です。书，我中意睇书嘅。例えば、これも無地喺無地買嘅，日本嘅無地買。本身呢个系500円，但系嗰阵时咧，嗰阵时50円。我去旅行嘅时候咧，一定喺飞机睇书嘅，因为咁耐4个钟、5个钟好闷啊。香港都有日本书店，搜狗。但是呢貴當然啦，有運費。Amazon 都 OK， 但是冇得睇裡面咯。あとはね、日本の本屋さんでカバーをつけてくれるのも好きです。こういうさ、有時我唔想俾人睇到我睇緊咩書，可以遮住個 title。啊，同埋我翻東京嗰陣時咧，喺電車裡面見到都好多人睇書，呢個時代。依然日本仲好多人睇書，仲有呢啲文化習慣。乜事？日本人叫無印良品，我哋講無印，無印無印講無字，未必聽得明咯。因為無字嘅意思係啲衫或者布冇 pattern 嘅布叫做無字，係啦。無印良品係。簡稱係無印。はい、ということで今日係咁多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じゃ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